有人说，如果我不是疯狂而荒谬的弑梦者，不不不，他说的更激动了。如果我还没有疯，如果我还没有失去我的理智，那么这个女人的杀意也是越说越激动。他一上来就特别激动，他杀了你，杀了你，他没有。那么正义女神的预言就会来到，他手中握着那脱壳的利剑。噩梦带来的勇气，微风一样吹过。快到姑娘，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。那噩梦带来的勇气，微风一样吹过。快到姑娘，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。过去的父亲。希腊人的军阀父亲，希腊人的军阀父亲，把父亲的双面的儿子给忘了，把双面父亲把这忘了，过去的父亲，希腊人的军阀没有忘记的军阀。那双面的利刃，双倍的打击，让他在耻辱中被砍倒在地。没有经过婚礼的不合法的爱欲，那在血泊浸染的床榻上发生的激情，那一切对他来说都本不该发生。因此啊，勇气像微风一样吹拂。沉默，这里没有沉默。不，这里有沉默。这里没有沉默。不，这里一定会有沉默。这里不可能沉默。沉默，风来了，你感受一下。风来了，会吗？会吗？这个仪式一定会应验吗？他来了吗？他若笼罩着那凶手和同谋，如果夜晚的梦境不能照进白天，凡间里那还会有什么占卜师？也不会有梦境里的寒战。和天使发出的神谕。我如果夜晚的梦境不能照进夜晚的梦境，就会有什么？如果夜晚的梦境不能照进白天。站在这里，
站在这里。